是铁道的上班族，然后我在2017年12月20号新左营站19:09。我是358次经营频道信号二水的，因为五六，因为8689加8867我下圈了，在新左营站准备水。本次列车于宁高新左营到二水区间中午的各站均有停靠。一个325次进行频道信号二水的，有8689加8867围下圈了，在新转站准备水。我会在新转站准备水哦。三片的话，在多多店的机关横片，358次进入屏东县号二水的，因为800行，因为868加867维修签约在新屯站此离，就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进站不？